今天咱俩必须把这事儿念叨念叨了。干啥呢？啊，你俩干啥呢？要打架？哎呀，可不你打架啊！有事好好说，可不你打架。你看，我跟你俩说说啊，咱们都是生活在同一地球上的好朋友，你们听我的啊，你往后面说一说。对，你也说说。你什么干啥呢？你有病啊！你连我都打，不管了。谁呀、啊？哪个碎嘴子啊？这儿不让进，赶紧离开啊！我说你没听见没？聋了你赶紧给我走啊！我告诉你，手里拿什么玩意儿？说，辣条，我就喜欢这个口味儿。哎呦，还是甜辣味的。兄弟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才说话的声音有点大。你这样，你上午来的时候，你提前打招呼啊，我给你开门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！哎呀，终于来人了，好心人了，赶紧救救我！你干嘛呢？你拍视频呢？你啊，算了。你拍就拍吧，就当我报答你了。快点的，我快坚持不住了。你拍完赶紧救我下来啊！哎呀，受老鼻子罪了。真的，你晚来一会儿啊，我都想咬舌自尽了。我。